你是公安局的。哎呀，要不我看着面熟呢。咱们可是不打不相识啊。都是为了工作嘛，为了工作嘛啊。哎，我呀是不会计较的啊。张总，有人举报说咱们偷税漏税。要有人那么讲啊，咱们也没办法啊，可以检查吗？这不都来了吗？啊，把那个所有的单据啊都拿出来啊，让他们查，让他们看呢啊。小孟啊，你去把饭安排一下，弄好点啊。好。裴兄啊，查偷税漏税，这公安局的人怎么也去了？只要里面不走漏风声，他们查不出什么东西。他们查查厂子，我都放心了，让他们查吧。海兄，还是你高啊。不行，咱们就给他们添点事儿。是，怎么谁死了以后埋在这儿呢？就是那个，就是啊，就是啊。江队，颈椎骨分离处的断骨和死者的躯干处断骨完全吻合，人体像也对上了。杀他的人肯定会说话。我干了这么多年法医，把一个人肢解成这样还是头一次见。方子，那个死人头是你拍的？是啊，那有什么大不了的？哦，见多了，嘴硬了啊。想想我们那个时候刚到现场，农民从地底下挖出一个死人头来，然后啊，那个死人头烂了，上面长了好多好多的蛆啊。好了好了，别贫了别贫了。方子，我真为你高兴啊，自己终于战胜自己了。大姐，那你现在该放心我当刑警了吧？放心，我一百个放心。方子啊，你终于成了一名合格的刑警了。谢谢大姐。江队，我查到了，我看那个包队长啊是最有机会动手的。哎，你没惊动他吧？没有。
什么你？三姐，三姐，我实在是受不了了，你干什么呀？你打我吧！你放开我！你打我！你说什么呢？你打我！三姐呀！三姐，你就可怜可怜我吧！我实在是受不了了，你有一了我！你说什么呢？你放开我！放开我！放开我！哎呀！大伯，你放开我！小姐，出什么事儿了？杀人了。杀人了？谁杀人了？我杀人了。你？啊。在哪儿？我家呀。在你家？真的？哼，废话，不信你看看去。哎，怎么出这儿了？怎么回事？哎，组长。您找谁啊？先生，请问这个健身房的舞蹈老师周娜在吗？哦，周娜呀，她现在不在这儿，这儿关门了。不来了？为什么？这你得问她了。那她的地址呢？您知道吗？你是她什么人啊？嗯，朋友。你找谁呀？请问周娜是住这儿吗？是。你是谁啊？我是公安局的，向他了解一些情况。喝点水吧，阿姨。谢谢啊。哎，娜娜是不是出了什么事儿？阿姨，这个人常来吗？嗯，不常来，娜娜都偶尔来一次。这个地方，别人很少知道。那你知道他叫什么名字吗？不知道。他们吧，就是偶尔的晚上来一次。近几天他有没有来过？你能不能告诉我，娜娜到底犯了什么事儿？没什么事，只是和一个小案子有点关联。案子？阿姨，那你知道他们还有别的住址吗？三儿，你这是怎么的了？你是？哼，我杀人了，我一刀就把他给捅死了。三儿，人真是你杀死的？到现在为止，我都不相信，你能够杀人？你说我说你什么好啊？啊？三儿。我怎么养了你呀？我怎么造了那个孽呀？我是你走吧。1840年，那些外国列强用鸦片给我们生产了一批又一批的东亚病夫。
他们用毒品打开了我们的国门，啊，让我们把大批大批的白银都送给了他们，把一片片国土都割让给了他们，把一个个让我们中国人感到耻辱的条约，让我们自己把名字签上去。这是为什么？啊？当时我们这个国家已经被腐朽没落的东西给麻木了，这实际上也是一种毒品，一种最可怕的毒品，它能把一个民族给毁掉啊。你们可能会觉得我怎么今天说出这么一套来啊，我只是想做个提示，目前在我们的干警中，在一些行业啊，在一些人当中也在天天的吸毒，而且在他们之中有些人已经上了瘾不能自拔了，有些人正在吸着。我说的这些毒品就是腐败，一些人从腐败的东西里吸取了一些他们认为合理的油水。那个飞贼我们为什么至今还抓不住啊？通知下了，悬赏也有了，可是我们为什么一点线索也查不上来呢？因为这个飞贼啊，基本上是偷了那些上瘾者和吸毒者，那些飞贼寄来的单子和那些信，除了某些原因我们无法核实以外，他们被偷的那些百万的家产是怎么来的啊？检察院因此就抓出了几个大蛀虫。我看这些蛀虫啊，对我们的国家，对我们的党，对我们的事业，已经不只是一只老鼠坏了一锅汤的问题了，他们才是真正的贼，他们是把国家偷垮了的贼。我这儿呢有几封信，你们大家可能都看过了，我想这些信呢在我们政法口里头有很多人都接到过啊。我看了以后啊，我觉得很害怕。有的人说要为这个飞贼成立什么基金会，要保他的生命，还有些人呢要把这个飞贼呢选出来当领导，有的说要把飞贼选择为我们的优秀市民。咱们可都是干警察的呀，啊，你们说这说明了什么问题？这说明啊，很多的老百姓已经不信任我们了，在我们这个队伍中有很多值得信任的好警察，江辉就是那么一位好警察。江辉的家里头为了侦破这些案子受到了牵连，受到了迫害，作为一名警察我不知道该怎么安慰他，不了解他的人都认为他很傲气，太难接近，不会来事儿。可是作为一名警察，我不知道还有多少人能做到江队的这个境界。你们可都是干警察的，我这些话也许不太好听，你们理解的就理解，理解不了的也得理解啊。如果今天真让我给你们说一句话的话啊，我只想说，当你们接到一个案子的时候，别忘了你们是一个警察。哎，本本分分干了几十年的工作呀，老了老了让儿女的债给压住了，作孽啊。老乔啊，小三子到了今天这个地步，你们做父母的有不可推卸的责任。我是看着三儿长大的，这孩子从小他就聪明，
就胆大，执着，敢闯啊！嗯，敢闯，这回闯大发了，竟然闯出两条人命来了。老乔啊，别太难过了，现在再难过也没什么用啊！啊，别伤了身子。谭书记啊，咱们是几十年的老朋友了，这次啊，我就厚着老脸，我求你一次，这是可以通融的吗？是啊，我是觉得有点过分，可是这三儿才23岁呀，风华正茂啊，他正年轻啊，他现在还没成家呢，要不误入歧途。老乔啊，你想过没有，任何一个如花似玉的年轻生命被剥夺，那都是很痛心的啊。那个在河边被捅死的丽丽，那也是20刚出头啊。哎，三儿走到了今天，你呀，后悔也晚了，无济于事啊。嗯，法不容情啊。还是那句老话，王子犯法，与庶民同罪。我杀人了，毙了我吧！我杀人了，我杀人了。走开，别审了，我不是说了吗？我没有神经病，你们毙了我得了，别审了。乔梅，女，23岁，无公职，未婚，家庭住址碧花别墅 B座3号，于本月18日夜在自己住宅内杀害了张大虎。据调查，张大虎在京城无亲无故，一直跟随被告担当保镖职务。被害人被害时全身赤裸，经尸检此前有性行为。被告乔梅当夜即投案自首，对其谋杀张大虎的行为供认不讳。现在宣判。哎呀，哎呀，是啊，到底结果怎么样了？会不会判他有罪啊？不知道。市长，您别太伤心了。小梅是我的亲生姑娘，刚才在法庭上受到了国家法律的制裁，我这心里真不是滋味。我干了这么多年的政法工作，没想到恶性的案件就发生在我的身边。凶手是我唯一的女儿，我无话可说。就是他们，是他们害死的。那天他对我说他要跑，鬼子说有人已经盯上他了，还说要害他。他在走之前给家里打招呼没？他给家里女人打了电话，说有一个包让他女人给藏好。包？对，是一个包。那包里有什么东西？里边有什么东西我不知道，反正说能保他的命。那包现在在哪儿？哎，我把他弄到队里，我问他跟江队说了什么。哎，那俩雷子还在这儿，说明啊他还没说过什么。不过呀，一旦这闷壶里的药全都往外倒，这麻烦可大了。哎，他是不是知道咱们账的事儿啊？啊，如果这事儿让他知道了，那你我咱们可就都脱不了干系。哎，包队长，鬼子他老婆招了。这他说柜子有包东西藏在他那儿。你看，哎，好。Yeah.
别动。包队长，慢慢转身。包队长，这回我可知道了，鬼子就是你小子杀死的。包队长，这次不是执行公务吗？把他铐上。是。鬼子就是你杀死的呀，你一个小子。走。走吧。也许你已经知道了，贵子给我们留下一个包，你可以什么都不说，让子弹带你一起进坟墓。江队长，江队长，我说，我什么都说，我。张村长，他们已经找到那包东西了。你应该知道，等待你的是什么。你就是把我们全交代出来，也已经无济于事了。你已经有几条人命在手上了，几千万的贪污。公安局会饶恕你吗？如果你聪明一些，我会让你的家里人在你死后得到很好的照顾。想想吧，我在等着你。周峰就是黄飞。不是这样的，黄飞不是已经死了吗？我说，不过我有个条件。什么条件？你得让我活着出去。找到货我就放了你。货在面包车的啤酒箱里。走。周峰，你说你要多少钱吧。你听我说好不好？台哥，这钩子会不会把地方给说出去啊？马子被警察抓住了，钩子的手也被那个王八蛋给打伤了。马子在局子里，周峰怎么知道货在车上呢？雷子先下手才对呀。难怪呀，咱们在金湾子损失了那么多兄弟。这下我明白了，这个周峰暗中帮雷子，杀了他。这小子神出鬼没，抓不着啊。上次刘邦子好不容易把他引出来，结果江队出手了。哎，你把他那小妞摁住，他不就听咱们的了吗？对呀，好。谢谢阿姨。哎呀，千万小心点啊。哎，那我走了啊。走吧走吧。哎，再见。哎，小姐上车吧。我不认识你。小姐，我是周峰的朋友，他让我来接你。周峰是谁？到了你就知道了。你们要带我去哪儿？
我们要带你去天堂。走，不要，上车，开车，快快开走。王妃，货呢？少废话，老五呢？我要亲手把货交给他。五哥，这小子已经到了，他要亲手把货交给你，你看怎么办？甭管他，拖出去，我们要货，让他把货交出来，不行就做了他。啊，好，那就这么着，小心一点。今天算遇上对手了。好，开枪啊！啊！你可看清楚了，看看他身上挂的是什么。不要！把枪放下，你的小美人、小宝贝儿可在我的手里，皇妃。你要再敢动一动，我就把它变成粉末。娜娜，放下，把枪放下，放下，放下。啊！这就对了，皇妃，放下。英雄难过美人关呐，皇妃。哎呀，娜娜，啊！快快，快！娜娜，你快解开啊！娜娜，娜娜，皇妃，姐姐，娜娜，娜娜。你们不要过来！你们不要过来！你们不要。
放下来。现在该告诉我那个秘密了吧？啊，去那儿再告诉你。好，走。快，就这儿啊。梦中，天上的这边，啊，还有这边，就是他们和我一起跳舞。梦中的我真的好美，你知道其中一个是谁吗？谁呀？就是你。
老五，你已经没有退路了，放下武器，扔掉炸弹，知道吗？否则你是死路一条。哈，哈哈哈，我还活得了吗？扔掉炸弹，否则死路一条。扔掉炸弹，今天我要和你们同归于尽。曾经对我讲，其实他真的很爱你。娜娜是个好姑娘，这一生我只爱她一个人。王妃，我知道你走到今天这一步，有很多并不是你情愿的。你的案子我们还要查，我希望你能够回去配合调查。谢谢江队长。懂，我心领了。江队长，你是我一生最敬佩的人，但是我不能跟你回去。